我是林夕，我常形容自己是一个画水墨画的手艺人，是宣童教室和设计品牌山林夕照的创始人。除了琴棋书画诗酒花，我也热爱中医，学习中医有5-6年了，经常随老师出诊。冬至时节，白昼渐长，一阳始生，是新气象的循环开始。此时人体内阳气蓬勃生发，最易吸收外来的营养，可以煮一碗香甜的滋补糖水，益肾气，健脾胃。将百合、核桃、黑枣、山药四种食材同煮，它们能够很好地滋养人体的上中下三焦，通行元气。煮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撒上一些糖桂花，淋上一勺甜酒，静静地享受冬天里的一碗甜蜜。冬至开始进入一年最冷的3-9天，万物卫生要多注意防寒保暖，艾灸是中医养生治病常用的行气之法。在冬至这一天，我会做一些艾条，以备家人养生驱寒之需。苍竹、佩兰、藿香、陈皮都是行气燥湿、芳香开窍的香料，打碎和陈年的艾绒搅拌均匀。把宣纸裁剪成长25厘米、宽12厘米的纸张，我喜欢备些吉利好玩的小字画，用来包裹在艾条的表面。将搅拌好的艾绒均匀地放在裁好的宣纸上，卷成纸筒，用浆糊封胶宣纸。然后继续往纸筒中添加艾绒，一边添加一边用茶针填压紧实。填好后修剪掉多余的宣纸，一根艾条就制作好了。可以将小字画贴在艾条的表面。艾条建议在冬至节气过后再使用，点燃时它气味会十分宜人，如此光景日常，岁月安宁，人世欢愉。